来跟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如魔法般苏醒过来的神奇列车组中玩刺激的小游戏，收集很多新玩具，按自己的方式组建并自定义你的列车组。今天所有的火车头都会大显身手。托马斯非常开心可以再一次见到大家。小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今天我们会有哪些冒险的事情发生在托马斯的身上呢？快来跟我和托马斯一起出发吧，去体验更多冒险的乐趣。帮你的火车头在蒸汽机场进行大清洗，以冷却它们的活塞。只需触摸你想喷射的地方，确保你不会漏掉任何一个位。那太棒了！太棒了！谢谢你们帮助托马斯。下面我们要去哪里呢？前方出现了分叉路口，我们接下来应该去哪儿呢？右边去往提毛斯机房，前方去往布兰达汉码头，下一站提毛斯机房。出发，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得让其他火车头出发了，使用方向盘转动转盘。我们来转动转盘，不错，帮助詹姆斯。这一位是我的朋友麦克，超棒。最后是汉德尔，帮助他出行吧。你的火车头喜欢你的列车组。选择一个方向，右边去往纳普福特火车站，前方去往旋转桥。宝宝们，你们想要去哪里呢？旋转桥在那边。前方去往旋转桥，右边去往疯狂过山车山脉。我们去过山车吧。下一站疯狂过山车山脉。只有最大胆的火车头敢尝试疯狂过山车山脉。在急速弯道上驾驶你的火车头，左，干得好，左右来回滑动，保证我们不会掉下去。尤其是在转弯处，好极了，我们是最勇敢的火车头了。太棒了，宝宝们，我们安全到山底了。好了，宝宝们，我们今天的冒险就到这里了。如果想要跟托马斯一起去寻找新的玩具，那么请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我是向日葵，我们下期再见吧。